阿弥陀佛，大家好，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578集的播出。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阿弥陀佛的圣号，以及心咒，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祈请阿弥陀佛佛光护佑。网络的直播分享。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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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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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同门上来了 ？Simon， 哈甘佑，哦 ，Cody Lee， 年华秀丽的功课 ，Edison 哦，甘宁，还有 Edwin， 嗯 ，Cody Lee， 丹妹妹，陈丽君，水莲，郑丽婷，郑明长，我们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哎，我今天有事情哈、哦，嗯。台湾现在还是蛮热的，呵呵，好，再来，何向荣，陈林真啊，马杰尼玛，画面很舒服哦。俊雄、奕晨、水莲，K Flow， 佩文，还有李雄汉，Edison 啊，那个丹丹丢，素人助教 ，Edison， Celico， 还有这个马杰尼玛、陈清美、阿边令 ，Sam， Sam 啊，叶慧婷。梁文琪江倩阿凤对不对Cherry Lin， 大家纷纷上来了汪国慧全宣荣 Katy Brown 慧琳琳于正红以心亮亮，今天又要动脑筋了，对，没错，就是要让你去参，昨天大家参的怎么样啊，真的要很定很定的时候才看得到，哎，你倒是讲对了，你真是讲得很好，对，就是让你把你在这个我们最近这几集的禅宗的介绍，就是要让你心真的很定很定的时候静下来，然后才知道说，因为每个人的境界都不一样，不管你讲对或讲错都没有关系，就是要让你心很定很定，你才知道什么叫禅宗的禅定禅定哦。很好啊，对啊，王国辉贴功课了高王清还有双星做功课啊，正峰丹妹妹哇，五次在师兄你也来参禅哦 ，A 三哦，背景的画很漂亮哎，好，还有谁？李瑞珍、陈宣荣、秋蜜 UCN、林秀英陈林真，还有这个谁？甘峰丽，我现在是在台湾了，已经不用早安了，大家全部晚安。呵呵哦，甘峰丽，你现在是在西雅图是不是啊？还有有没来？来，我们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同门讲什么 ？Richard 俊说指观双运哦，念头产生，在指念，念头在产生，在指念哦。那你刚刚跟我一起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有没有一起观阿弥陀佛？嘿，那念佛的是谁？等一下告诉你，禅宗如何破无始无明，如何参禅，他们是怎么参的，有方法哦。好，佛陀拈花生说，因为大乾业知道花的空性，花的过去现在未来，花的一花一世界，哎，这个拈花的、哦、答案居然有两个，师尊讲的，哎，好，再来 Edison 啊，学佛为了突破人生的目的、哦、解决生死的问题，这才是智者的行为，所以那个拈花的一个是在净光的抚摸，虽然是讲到花，哎，这个从拈花里面看到空性啊，大觉业尊者看到佛陀拈花，看到空性，是用眼睛看的吗？还是用心眼看的？反正他的体会。然后呢，在这个另外一本书里面，师尊谈到是指观双运，嘿，好像是在《粒粒珍珠》还是《密教奥义书》里面提到的。居然是指观双运，所以你怎么看呢？哦、那那个这个 Edison 他讲《金刚经》有两大句啊、哦，两句话啊、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观哈、哦，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还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两大句，哎，两大佛讲的经句，就是这本《禅机对禅机》。啊，最两大的口诀要印证这两大口诀，所以呢，这几天介绍这个禅机对禅机，你一定要去想反观这个两个那个两大金句，才能够帮助你哦，这个在观照这个参禅的时候有所帮助哦。是不是说月亮里没有人，所以没有善恶是非心念哦，佛法荤素财色，名什么都没有哈、哦。好，李君练要允许别人做自己啊，这个是在《净光的抚摸》这本书，世尊的妈妈熟骂菩萨啊，那跟世尊的开示，允许别人做自己啊，然后让自己能够反省过去的思维，也
让自己原谅那些不允许做自己的人啊。好，那这个是上一集的，你看大家都有领悟哦，所以呢，这个是师觉量啊，是这个师尊在礼拜六礼拜天的开示啊，讲到师觉量，哇，师父的正量帮助你在修行的时候得到一种提升，这个师尊的传承力啊的智慧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再跟大家继续介绍禅机对禅机，那什么叫做这个？这本书禅机对禅机啊，副题为什么叫做心花朵朵开？这开什么心？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嘿，那啊、哇，还有同门贴功课哦，玛吉尼玛四加行的功课哦，上日行咒、长寿佛、玛利支天、百字明咒种种功课，谢谢。伊莎琳、香怡、Grace Go、陈文阳，对不对？陈文祥啊，那个还有Joho Singh 啊 ，Sky Min， 好久不见了，对不对？好，还有这个我刚是看到上面一个功课的，嘿，这个谁哦？啊，月妮师姐你好，谢谢你哦，改天一起吃饭，嘿，好，大概下礼拜应该就会比较好，嘿。好，那周家宝，这个还有陈宣荣，其他的林秀英，好，那今天呢，再跟大家介绍这个禅机对禅机，为什么是心花朵朵开？哇，这个越讲越深了，师尊讲说这个弟子就问说，那你这个什么叫车哈？弟子问师尊什么叫禅机，师尊讲什么叫做禅机啊，那这个弟子就答，师尊就回答禅机好像有问你问什么，你问什么问题，然后就答案就是那个问题什么叫做吃饭，所以打吃饭，什么叫睡觉，所以打睡觉，这个也是有禅机的，你吃饭有没有好吃，今天晚餐你吃什么？你有没有认真吃？还是你在看电视？还是在滑手机？一边吃饭一边在滑手机？所以什么叫吃饭？有没有好好吃饭？什么叫禅机？就是要让你去参禅机才叫禅机啊！那师尊为什么会这样回答？问题就是答案，所以你要找答案，要从问题里面去找答案，甚至从问题的背后去找答案呢，还是要去参？好，那个。弟子就问啊，那师尊我问你是什么叫禅机，师尊你怎么答禅机啊，那师尊就讲，那你也讲禅机，我也讲禅机嘞，对不对，那师父什么叫禅机，那师父你怎么把我的问题拿来当答案回答啊，说你也禅机他禅机，对不对，徒弟讲禅机，师父也讲禅机，就禅机对禅机，那禅机对禅机是什么，师尊讲心花朵朵开，为什么心花朵朵开呢？今天有这个有几个花在这边让你们看，心花朵朵开，人家讲心花朵朵开，对不对？你家里面有没有种花？听说送给女孩子送花是最这个让女孩子开心哦，还有99朵玫瑰啊，这个送花，那花就是花开见佛，还是这个让自己开心，那开心呢是也是相关于哦，那让自己心开悟也是开心，到底开什么心，心花朵朵开哦，师尊就讲，那这个如何是心花朵朵开，哇，师父你讲那禅机对禅机就是心花朵朵开，那如何是心花朵朵开，师父又讲回，那禅机对禅机，禅机对禅机就心花朵朵开，那如果心花朵朵开，禅机对禅机，问题就是答案，答案就是问题，问题就是答案，你哈哈哈哈啊，这个是禅的世界哦，所以呢，这个禅机对禅机，他会不会跟你分析，你去看啊，你去参禅啊，你去看这个里面的句子里面有没有重要的发现啊，你是禅定什么，师父不跟你讲这些东西这个禅师啊，当师父要跟你讲答案的时候是直接指你的心，嘿，
所以啊，讲那些比较过程的哈，你应该修的过程什么，那些话都是废话，都完全不讲，直接指你的心吧，你指到深深的，指到你哑口无言，这个是师父的慈悲。所以呢，当你哑口无言的时候，那个师父在给你灌顶哦，让你禅就是这样，就像以心师姐讲的，一定要很定、很定、很定的时候才能够禅得到的啊。那个徒弟说，那你这样子什么叫禅机对禅机，心花朵朵开，什么叫心花朵朵开，禅机对禅机，话重复来重复去，重复来重复去，怎么样才算是对呀、啊、哦，师尊这时候讲了、啊、下毒落雪、哦、如何昨夜一枝开啊、哦、西雅图啊，这个下雪先是九月份，应该西雅图应该11月12月哦，你有没有看过下雪？这个第一次哦，以前那个在西雅图嘛，那刚出家那几年啊、哦，这个每次到冬天哦，真的是那个下雪哦，有时候到膝盖那么深哦，啊、哦，听说这个这次的冬天呢、啊，就是2019年的1月2月冬天哦，那个暴风雪又很高哦，到腰。我踏过去的话，我搞不好都我都很难走过去哦。那百货公司的那个墨的东西都被抢购一空，你看那个雪很厉害，对不对？这个那个雪下得厚厚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年下雪哦，那西雅图的前面那个还有斜坡，我们跟师尊玩滑雪，你有没有跟师父玩过滑雪？大家坐在圆圆的盘子上，那从高高的斜坡哇下来，对不对？我也坐，我也滑过，那师尊也滑过，师母也滑过，还是非常的难忘的回忆。那你那个不管你有没有看过雪，你想想看，那个雪积得很厚很厚，然后呢，这个前一天才下雪，然后呢，这个雪不会马上融，因为这个天气还很冷，可是呢，有一个晚上啊，那个从雪地里面就装了一个植物，对不对？植物呢，花还开了，哇，这什么意思？这也是在讲境界，你能够想象那个心花朵朵开，禅机对禅机，就心花朵朵开。那心花朵朵开是什么？下雪下得很厚，那晚上有一个。这个下了雪，草地上还会长植物吗？这个草地上被雪盖住了之后，这个草是活着还是死了？哦，对不对？你能够想象吗？这个整个草皮，然后西雅图是那种天然的公园一样，在下雪的时候，那路边的一些小草都被雪盖住了，然后呢？雪盖住了几天之后，那个草有死光了吗？所以呢，雪盖住了，然后晚上，有一个这个不但是草哦，是一枝花打开了，对不对？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是突破吗？突破障碍吗？突破什么吗？这个就是这个的，所以禅宗的诗句在跟你讲。讲境界，所以呢，我只是说，用这样子的比喻啊，禅师他用这种比喻来让你去想，所以呢，如何，那如何是一枝心花朵朵开啊？这个，所以这个师尊后来有讲，心花朵朵开是什么？他说，阿罗汉慈悲。破六贼，什么叫阿罗汉？我们在这个前几集讲到什么？开悟的人，开悟的人就是解脱嘛？没有，他要修三解脱，三个清净的解脱，三解脱门要修空，要修无愿，对不对？没有愿望的愿，无愿，还有修无相，这三种禅定。结果呢，这三种禅定是什么呢？你修出了这三种禅定才是声闻的第一层，还没有到阿罗汉呢。
这个呢，在这个《密教奥义书》里面，《密教奥义书》里面是声闻出国的境界，《密教奥义书》，我现在这个就是《密教奥义书》哦，声闻出国的境界，我看看在第几页，第99页，看看有没有哇，这是79页哇，好，就是第99页，对，这个叫做佛与诸天的次第跟佛国刹土，好，现在我拿是密教奥义书，它里面呢讲到声闻这个声闻修四圣地呀 那个修苦集灭道杀六贼的，那这些圣者他们呢有声闻有四果，声音的声，听闻的闻，他们呢有什么须陀含、斯陀含、阿那含，最后修正阿罗汉，声闻的四果里面第一果它就是修三解脱门，对不对？修空无相无愿，而且呢修正了它要很多次往返人间，然后及六欲天中，这是第一层。在第二层斯陀含果呢断欲界思惑，哇，这个一个是见惑，见不是下见的见，是看见的见，一个是见惑，一个是思惑，修正阿罗汉见惑思惑都要断除。那在第一层呢，它是这个须陀含，它是要修三净解脱门，第二层呢它要断思惑，比如说贪嗔痴啊，色受想行识种种的这个所见的所看见的执着都要断掉，断掉思惑，然后呢这个是一往来，斯陀含是一往来，还要再来人间一次。好了，到阿那含果的时候呢断欲界九品思惑，哇，思惑再更深一层，这第二个呢是断思惑，第三个呢思惑还在更断一层，不在欲界了，已经跟这个欲望已经断除了，所以这个呢只能他已经在色界，有的在色界，有的在无色界，哇，这个是第三层了，很高了，对不对？第四层是阿罗汉果，无声应供杀贼断戒81品思惑，又更深一层了，等于说阿罗汉呢是应供天上人间都应该要供养他的，而且他杀六贼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已经不受后有，已经不受这些诱惑的，断思惑，哇，更高的。所以呢开悟者第一层都还没到，三解脱门都还没到，还要再修三解脱门，还要断种种的思惑，到正得阿罗汉才能够算是解脱而且是阿罗汉的解，阿罗汉有阿罗汉的解脱门，那菩萨的觉有菩萨的境界，如来有如来的境界。所以呢心花朵朵开，世人讲阿罗汉呢是这个破六贼断这个见思之惑，见的惑还有这个思的惑，见呢又有五种邪见，五种见身见边见然后见取见借进取见，上次有介绍过有五种的这个见惑跟思惑都要断了。那菩萨呢是安众生，菩萨其实有菩萨的尘沙惑菩萨要懂得度众生，哇，这个各种对不对几万几千的法门都要懂得那这些尘沙的疑惑都要断才能够安众生安利众生，让众生能够这个心里不安的能够让他安的，如来的见真如故如来的慈悲见真如故，如来那个懂得去这个破无明能够证得无明也是空幻的，哇，这个三个境界。所以呢雪盖的对不对，然后呢出来一朵杏花朵朵开，然后世尊下一段就讲到阿罗汉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如来的境界，哇，这个是破什么对不对，看你要证悟什么。所以呢这个在禅宗里面又有一段比喻这个是在这个密教奥义书里面，他常常拿乌云跟太阳比喻，对不对，那个天上的天空乌云密布，那乌云密布难道就没有太阳吗？那我们的佛性
虽然被我们的贪嗔痴无始无明遮盖了，可是呢，虽然遮盖了，我们无明就不见了吗？对不对？生病的人，虽然身体已经在衰坏了，可是佛性难道就没有就跟着衰坏了吗？所以月七大师呢，我念一段师尊的开示：佛性就像太阳一样，无始无明，我们的业障就像乌云一样。太阳本来是光明的，被乌云遮障，不能发现。我们用功打破无始无明的巢臼，譬如大风吹散了乌云，乌云一散，太阳光明遍满宇宙，充塞十方。太阳譬如佛性，乌云就是无始无明，没有开始的无始，无明就是我们这个最业障的最初始的的发源地，无始无明。无始呢就是这个大空，那无明就是大痴，在这个密教奥义书里面都有介绍到，所以呢如来要破无始无明。所以那个你看到这个乌云遮到像这个光，对不对？我现在就这个光把它遮掉就比较亮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你怎么去看这个雪地里面下雪，然后呢，是这个花呢，不管雪有多厚，它把它冲开来，是新花朵朵开，乌云，然后呢，它并不能够把太阳消灭，那太阳还是在，只是被乌云遮到了。我们呢？虽然有无始无明，可是呢并没有遮止我们的佛性。那这样子比喻，这样子够清楚了吗？所以阿罗汉菩萨阿罗汉他是破六贼的，如来破菩萨破尘思惑的，如来呢是见真如的，真正的能够证悟见到真如的。最后师尊讲心花朵朵开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能够开悟实践你所见到的开悟的境界，还要能够实践，一眼看去没有遮障，不会被雪遮住，不会被乌云遮住，你去实践了，你去开悟了，就不会遮到，毫无遮障，心开意明了，不就心花朵朵开吗？终于有答案了，绕了一天，初弟子是参什么叫禅机？对，禅机还是要继续禅，禅机对禅机。什么叫禅机？禅机就是心花朵朵开。什么叫心花朵朵开？就是禅机。那个厚厚的雪，对不对？积得很厚，然后有一朵花啪冲开来。原来是你要去证悟你所修的，然后你心开意明，就是心花朵朵开。诸弟子去参，问题是怎么去参？参破无始无明。好，我们一开始呢带大家唱南无阿弥陀佛，你有没有跟着唱阿弥陀佛？你在唱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如何去参破无始无明，参破你的贪嗔痴呢？我找到了资料，开悟大公开，在密教奥义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希望你们再继续看，里面有讲到开悟的文章，如何去参开悟如何去参念佛的人是谁？他有三大题目，我只介绍这个第一个题目，如何参这个念佛者是谁？哇，师尊讲先要明白念佛的念，对不对？我们刚刚唱南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人是见闻觉知，你念的是用见闻觉知嘛，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见闻觉知，那你念什么？根本不用念，虚空也无念，对不对？你一定是起了一个念头，起了一个念佛的念头，那你才会念佛。所以念佛也是见闻觉知，哇！然后呢，是从见闻觉知，看见的、听闻的、感觉的，还有知道的，见闻觉知里面起来的。但是呢，你念到后来，你不起念头了。不起念的时候呢，也是见闻觉知，还是见闻觉知，还不是佛性。因为你这念到后来，
哎，你心静下来了，然后后来哎，你也没有念了，然后呢，没有念的时候，哎，那个咒轮还在转，但是还是见闻觉知，哎，哦，但是呢，在这个有念到无念的中间，你去认识佛性，你去认取你的佛性，哦，是取佛性，哦，不管你有念还是没有念，不管有乌云还是没有乌云，太阳还是在，不管你有念还是没有念，佛性还是在，是取自己的佛性，是取自己的本来面目，本来是没有念，哦，这个是要让你参的，本来是没有念，然后如如不动的念佛，跟本来的佛性不相干，那你在有念佛没有念佛，跟佛性不相干，可是呢佛性是在一起的，然后从中去摄取佛性，嘿，去向身内的摄取本来的佛性，哦，所以你看莲灯上师病了，对不对？病跟佛性有相干吗？也是不相干，业障归业障，佛性归佛性，他照样在禅定，念佛归念佛，他用见闻觉知，有念佛也是见闻觉知，念到没有念了，嘿，不起念也是见闻觉知，可是在这当中你去摄取本来的佛性，本来的佛性是没有念头的，那你这样子试来试去去认识去认取这个佛性，就像母鸡在抱卵一样，母鸡抱卵抱到后来那个转温的时机因缘到了，这个小鸡从蛋壳打破，呵呵，对不对啊，哦，那就出生了，好，所以呢不要像佛性讲，师尊讲佛性不要向外求啊，哦，用自己佛性去试来试去认识的事啊，试取佛性，因缘一到，那的一生无始无明一破，豁然贯通，就可以见到本来佛性。好，就是这段文字是不是很棒啊，它让你有一个方法可以去思考的，去依循的，所以呢参禅，嘿，参什么？谁在念佛？你说我啊，慧君在念佛啊。如果你有一天你走了，对不对？像我妈妈走了，那她谁在念佛？慧君这个人嘛，嘿，那你在念佛的时候还是在见闻觉知，然后念到没念了还是在见闻觉知，可是不管有没有见闻觉知，佛性会因为你念佛就在，不念佛就不在嘛，佛性，所以为什么这个念佛跟佛性是不相干的，不管你有没有念佛，佛性都还在，不管有没有乌云太阳都还在，一样的，那你从这个佛性本来是不起念的，你从不起念的当中你去摄取这个佛性，就是这样子，你还不懂我也没办法啊，所以呢以及有念或者无念中间的念头，失恶跟不失恶的当下是什么，对不对？还是在见闻觉知，师尊讲说还是你还是有念头的啊，可是佛性是本来没有念头，所以等于你每天都在起念头的当下去认取不起念头的，不起念头的佛性，你就进去了禅的世界了。陈宁生曼达拉玛啊，辛达，哎，辛达对不对？哎，辛达利还有干风利，是谁在念佛？真是当头棒喝！你是谁？大家是谁？好，大家知道这方法，就要去实践去做哈。哦，所以呢不是问你啊我啊谁在念佛，不是这样问的，是这样子参禅的，是在把方法写出来，你说是不是很棒啊，嘿嘿啊啊，美元莲花啊，丹丹丢张丹云玉雀俊啊，叫佛记，还有这个富士景干波利，禅坐是否及印度的冥想呢？印度的冥想我不大清楚，对，就是去参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刚刚介绍你如何参禅念佛，就参一句话，谁在念佛？好 ，John Philip Brown 啊，还有 Ben Jiong 啊，林威展 ，Amy 不丢 no，Chinese John 黄传义
请问长，上师晚安，请问上师参禅的意思是想吗？想一句话，嘿，然后去认取自己的佛性，嘿。好，这个 John Green John， 做对没关系，反正不，我康复跟不康复跟佛性也没关系。如你有这种概念，将来你临终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什么畏惧了，哈、哦。中间就还有 Emil Butino 一级卷啊，还有这个谁 Edison 哦，很盼望有一天能够跟师尊上师一起挖掘，啊，已经没错，好像修行过程不需要一直穿云箭，是千军万马来的吗？这个是你想象的哦。啊，一级卷啊，黄永昌 Lotus 卷，还有谁？这个面观令，我喜欢花，喜欢可以随便花，尽量花，乱乱花。王国会贴来了十五个人的功课啊、哦，好，还有这个谁？一句卷，期待慧君上师到哦，一句卷你就是那个，那个师姐，大小堂的师姐啊，妙音佛母水供啊、哦，好，还有徐慧玉啊、吴秀吉贴来功课啊，回来令欢迎大家分享出去，对不对？好，廖金禅师姐，还有Kelly Brown， 李雄汉的功课，谢谢。还有丹丹丢的功课啊、哦，好，明国立陈家峰啊，尤美来的功课啊 ，Diamond 的功课，燕莹，还有这个谁，我这个马吉丽玛的功课，Grace Go 陈文祥啊，陈香怡，网络不好就把它关了，再开。丹丁啊，你好，在西雅图哦。好，已经虽然要问我佛性到底悟出了什么，我就惨了。南无阿弥陀佛，呵呵，我已经告诉你哦，我刚刚念的那一段是师尊教我们如何参阿弥陀的方法，对不对？谁在念佛的方法？那你上次我不念佛，我念咒可以吗？也是这样子参。你念经呢，也是这样子参啊、哦，念佛、念经、念咒，或者说的念头，你都这样子参，对不对？见闻觉知，然后呢，佛性去摄取佛性，你用这样子的方法，好，你用这样子的方法，然后有一天啊，希望你也能够成功，因为方法师尊已经教了。好，我们现在来唱《南无华光自在佛》，那你在唱的时候，你就来参，到底谁在念佛啊？对不对？我看看，谁在唱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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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光自在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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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三出来谁在念佛？好像很轻松哦，听我唱歌好像很轻松，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哦。你在念佛的时候，那学师尊教我们参念佛的方法。好，这一篇就是这样子的，下一篇，诸佛出生处，所有的如来他是出生，你是出生名门，还是出生在那种老百姓，还是穷生贫穷的乞丐？什么叫出生？是不是一开始讲到王安石的梦诗，知是如梦无所求，无所求性普空寂，还是这个梦中随梦境啊，成就河沙梦功德。师尊很喜欢这首诗哦。世间就像梦一样啊，那所以就无所求，你的心无所求，就会能够怎么样禅定啊？就是你要求这个求那个，求发财、求健康还是求什么，你的心就会因为求不是很快，所以你就很乱。所以呢，无所求的心是最容易让你定啊。无所求的时候，你再转化成本尊就比较容易啊。所以你在为什么很难去跟佛菩萨相应啊，就是心烦意乱，妄念很多，这个要这个要那个，然后没有办法。所以无所求心普空寂，就是告诉你禅定的方法，能够让心进到空中，进到最深的安定，最深入的最深的那种沉淀啊。那凡是梦中随梦境，你现在也是在梦境上求一样，你现在做的功德也是梦功德，如梦一样的功德，不过是给你累积资粮道哦。好，把它按掉。好，那这个再来就是王安石啊，他推崇哪位师父呢？叫做湛元禅师，暗赞的赞，但是没有言字旁，元是一元两元的元，湛元禅师，哇，他三岁出家，七岁为僧，反正很小很小，你还是这个小的时候呢，还在穿开裆裤，他已经出家了，他已经学佛，已经当出家人了，哇，然后呢，这位人。就是这个和尚，人家就是有这种根基，所以呢，你几岁皈依？我是22岁的时候皈依，还有同门在 baby 的时候就皈依了，嘿嘿，一出生，因为父母亲都是在佛宗弟子，所以这同门还在 baby 的时候就已经皈依师尊，就已经皈依生活中了，对不对？哇，所以这个每个人皈依的因缘都不一样。那照这个湛元禅师哦。反正他已经修到了很深的程度了，有一天人家就问他，哇，这个师父如何是和尚家风啊？哇，和尚就是出家人嘛，对不对？那你出家人的家风，家里的家，风吹过来的风，如何是和尚家风？你也想说是什么叫家风啊？那家族风尚，比如说他的家风是忠孝传家，对不对啊？中国大陆呢有一个姓汪的哦，他就是以孝道孝德来传家的，叫孝风。他的家风就是以孝德，这个孝顺的孝。听说他们在第一代的时候，那个姓汪的哦，水汪汪的汪，好像爸爸娶了这个那个后妈，那他呢讲说我妈妈死了，你就娶了一个后妈，他很生气呀。然后这个孩子就去外面发展，那去外面发展当了医生，等到他要报答他的父亲啊养育之恩，回到他的家乡，爸爸已经死了好几年，那妈妈呢，这个后妈端了一碗面，那个面叫做什么？好像叫大成面啊。大小的大，那陈家的陈，姓陈，耳朵陈，叫大陈面。大陈面呢，又称为认子面。为什么？见面就认子，因为上面有颗鸡蛋啊，蛋就是子嘛，那个母鸡生的儿子就这个蛋就是子，所以呢，见面看到面就认儿子，见面认子。就如果我虽然是你后妈，
可是呢，我把你当亲生的小孩哇！这个呢，姓汪的这个人，他从此就知道了，然后知道说还是要孝道，不管爸爸娶了谁，哦，母亲过世了，爸爸再娶，可是还是要孝顺，要孝顺自己的后妈。后来呢，才知道说他的后妈呢是，在他的乡邻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同族里面是非常的贤德的，哎，后来他就这个侍奉后妈，到他往生了，然后呢回到了他自己的自己落脚的地方哈，那成立这个汪氏的一个庭院，后来就哇一直绵延的，这个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情哦。那他这个姓汪的这个人，后来就用孝德家风传家，每个家族的人都懂得尽孝哦，都很重视孝道，所以哇子孙很多，几千人，每次清明祭祖哦，对不对？他们呢这个全部回来到这个姓汪的这个祖庭。这个是家风，我介绍这个故事家风哦。那和尚家风呢？你这个师父你学佛，学禅的风格是什么？你说慧君家风，我还不够格称家风。不过呢，大家知道我在学佛的这一生当中，我一直推广师尊文集，因为当年我要去出外弘法，我问师母一个问题，我说师母我如何去弘扬佛法，师母跟我讲一句话，你去推广师尊文集，当年的一句话我一直落实到现在，对不对？这算不算家风我不知道，那和尚的家风，可是呢这个师觉量啊，师尊最近讲的师觉量，从这个推广文集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对不对？师尊一直在我旁边教导一样，这个就是这样子了。那人家就问这个禅师啊，师父你的学佛家风是什么，对不对？你们很多同门你学正某密法的家风是什么？这个和尚讲，这个东壁打西壁，东墙打西墙，东边的墙壁打西边的墙壁。好了，家风讲完了。你能够想象这个墙壁不是有东边有西边，东边的墙壁打西边墙壁，如果我们现在有东西南北上下，对不对？各个方向，东边跟西边是同一边，东边跟西边是同一边，你能够想象时空啊，时空吗？所以这个在禅的世界里面，你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灵鹫山说法，小小的一个地方，大概篮球场那么大。后来师尊去南印度，对，到了灵鹫山，释迦牟尼佛当初说法的地方，听说像篮球场的法台那么小，才从容纳顶多百人吧。可是呢，在佛典上讲，现场有几千人，嘿嘿，那几千人，那个讲台才可以容纳百人，可是却有几千人，原来有很多的无形。所以呢，你能够想象吗？维摩诘居士师尊也讲到，维摩诘居士只是在他的房间说法，可是现场能容纳千百亿还是万万人不知道，反正现场也是可以容纳很多人，所以一个小戒指可以容纳整个须弥，在禅宗里面他讲为什么可以这样。所以呢，什么叫时间，什么叫做空间啊？东墙打西墙，对不对？那个东方跟西方怎么样可以让东边的墙壁跟西边的墙壁互相打架，同一个方向，对不对？你要这个师尊呢讲出来，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就是讲到说那个什么，我们这个文章里面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破四相就是破你的时间、破空间、破人、破时空、破种种的执着，这个答案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呢，这个禅师他的境界是怎么样，已经打破时空了。好，这个就是这样。那
难道只有一个答案吗？好，在师尊的文章《对话的禅机》哦，《对话的玄机》第48篇，好、哦，有人问什么叫做卢师尊的家风？哦，卢师尊的家风，师尊讲、没有干涉，他的答案哦，那个禅师讲了一个话，但是讲什么家风没有干涉。对不对？你要讲说你修什么，他说那个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啊，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好、哦、为什么师尊讲说根本没有干涉呢？师尊讲根本就没有真佛宗，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你，没有我，根本就没有生命。师尊在过去的文集上提到，所以什么叫做家风？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很高的玄旨，很高的意志。好，先提示到这里了。底下呢，要你们参乐。这个僧人就问啊，客来如何待之？客人来了，那你怎么去接待？客来如何待之？这个和尚赞元答：山上桥，井中水。山上呢，桥。樵夫对不对？砍柴，山上呢有砍柴的，那井里呢有打水的。客人来了，山上桥，井中水，是不是属于山的就山的，属于水的就水的，你去参。好，那和尚问如何是诸佛出生处？如来他的出生是什么？他的出生，像你是出生在哪里？贫穷贵贱哈。出生在大财团的家还是一般的家？你出生在哪里？诸佛出生地方在哪里？出生，然后那个和尚讲驴胎马腹，驴的胎，马的肚子。哇，如来不是很尊贵吗？出生在驴胎马腹，让你去参。那师尊下面写全是胎生。对啊，释迦牟尼佛从妈妈的肚子出来，全部都是胎生的。那禅师为什么讲这个畜生那么高贵？那禅师为什么讲到动物呢？动物的胎呢？那师为什么讲全是胎生呢？请去参啊。好，人家就问师父，祖师面壁一指是什么？达摩祖师对不对？面壁九年，那他主要是修什么？以前师尊讲说他是修住境观、是修假观。然后呢，在禅宗的禅师他不这样子回答，他直接回答境界、他就讲住持是凡，对不对？西雅图雷藏寺的住持是谁？德辉上师。住持事情很多，是凡多。嘿，师尊、这个提示括号叫休闲。很多就是休闲，休闲就是很多，你去参啊。为什么祖师面壁是什么？很多事情就是休闲，休闲就是很多事情，你去参到底为什么？好，那所以呢，人家就问师父啊，如何是大善知识啊？善知识呢，就是教导你，让你知道这个真理的，对不对？你为什么会皈依？有善知识来度你哦，你要皈依师尊，皈真佛宗，皈师尊有什么好处？那个人就是你的贵人，好、善知识。那什么是最大的善知识呢？这个和尚回答：屠牛、剥羊、杀牛、杀羊，就是大善知识。啊，这什么意思呢？师尊要提示你叫同事，这个最好的教导你的跟杀的是一样的，同事嘛，对不对？你上班呢、你跟你一起上班的人就是同事啊，所以呢教导你的跟杀牛杀羊的，造业的，教导你的善业的跟造业的居然是一样的同事。好，你去参。好，和尚又问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讲业在其中，这个禅师讲业在其中，师尊讲什么？消业障，消业、所以呢禅师对禅机，对禅机他直接讲境界，你去参这个境界是什么。王安石呢看到了这个禅师讲的这个，他说现在人也行利而
行立而容吉，他的行事作风非常的犀利，哎，很严谨很犀利，可是他的相貌却非常的安静啊。好，所以容吉，容就是那个容貌的容，吉是奇境的吉啊，行立而容吉，知言而能默。他知道了知道了该讲的话，他其实他的辩才无碍，可是呢他却能够很这个很安静，很能够很深深的禅定。所以很多人知道的很少讲很多，可是知道很多他讲很少，呵，就是这样啊，禅师这样，玉容浮习，赞叹他的，或者说那个赞美他的，好，或得到什么荣耀的，他也不会很高兴，不会因为世俗的毁谤他的或赞美他的而动摇他的心智，八风吹不动啊，入毁浮息，对不对？八风吹不动，浮金浮客，意思是说也不会很骄傲，也不会很卑贱，他呢是中正，中正也不是刚直，中正平和，能够有最高的智慧，但是呢不一定要显露，有最好的辩才口才，不一定要显露他很会讲，因为他能够很禅定的，所以他那个形容这个禅师能够到这种境界，你是说是不是觉得很棒啊？好啊，那师尊讲说，那我告诉大家，如果有人问我如何回答，人家问卢师尊的家风是怎么样，师尊答放屁，放屁。刚我们介绍和尚家风嘛，他讲东墙东墙打西墙，那人家问师尊家风是什么，放屁。为什么放屁？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我说师尊啊，你写卢师尊家风，所以你写放屁，所以在笑了。师尊要不要讲为什么放屁？那个师尊没有讲，没有答话，其实没有答话才是对的。其实呢师尊很早就讲了，根本就没有尊佛宗。那家风是什么？师尊我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啊，在这个对话的玄机，人家问师尊的家风是什么，那个师尊回答根本毫无干涉，所以你能够明白吗？一个正悟空性的人还有什么真佛宗，还有什么家风吗？所以师尊讲放屁，你能够参到什么呢？所以呢人家就问了，问师尊，师尊你来好对话的玄机里面讲，那人家问真佛宗的玄旨是什么？真佛宗他师尊讲说他的宗旨是明心见性，自主生死，师尊讲过很多次，可是呢在禅的世界里面他直指境界，真佛宗的玄旨是什么？好，师尊这个什么是本来面目啊？我看真佛宗的玄旨哦，好，你们去参嘛，也是在参家风哦，所以呢这个在禅的境界里面哦，师尊讲放屁，对不对？刚讲说卢师尊的家风讲放屁，还有呢在这个粒粒珍珠里面第十一页，粒粒珍珠第十一页，人家问师尊师尊什么叫本来面目哦，本来的佛性嘛，本来的面目，什么是本来的面目？师尊讲你娘卡好，因为以前我念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就在笑啊，师尊怎么讲你娘卡好，好像在骂人一样，对不对？然后后来我跟莲灯上师，莲灯上师也看到这句，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翻成英文 You mother good You mother good 后来呢师尊每次都开玩笑就会拿我会开玩笑，慧君在讲 You mother good You mother goodYou mother good 是从哪里来？就是我看到这句话，什么是本来面目？是在讲你这样卡好，好，所以呢，在禅机里面，他呢是呵斥的，禅师还有呵佛骂祖的，还有呵斥的，你对什么东西执着，他呵斥的，所以有时候他讲的话是比较凶一点的。那你去参，为什么要讲这么凶的话呢？对不对？有人问师尊对话的玄机，有人问师尊师尊你来世间做什么？师尊讲吃饭睡觉，
为什么吃饭睡觉啊？来世间，师尊你不是弘扬佛法吗？写了200多本的书吗？度了500万弟子，怎么会吃饭睡觉呢？师尊讲建立妙有，嘿，建立真空妙有，本来就是空寂的。凡是河沙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对，凡是梦中随梦境，哎，成就河沙梦功德。所以呢，是在梦里面建功德，是这个，哎，是建立妙有，真空妙有。师尊这个有答案的，所以才告诉你。所以为什么他要讲放屁？为什么他要讲你娘看好，你们去参啊？什么意思？所以呢，这个和尚家风怎么样？师尊的家风什么？师尊讲放屁，人家问，那放个屁，客人问嗅到怎么样？师尊讲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去讲放屁放屁放屁。人家问如何是诸佛出生的地方？如来他的得再问如来的面目，诸佛出生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师尊讲说什么驴胎马腹哦，对不对？刚刚那个禅师讲驴胎马腹，师尊讲全部都是胎生嘛。那师尊讲说什么驴胎马腹，都是长虫跟圆虫，长长的虫，圆圆的虫。而长虫跟圆虫是什么意思呢？人家问，嘿，那如师尊你闭关的法旨是什么？对不对？师尊。是不是2000年闭关到2006年，他闭关了6年，那闭关的法旨是什么？师尊讲无聊，你们去参咯。对话的玄机那我再补充一下资料，在对话的玄机第48篇有人问一个和尚说如何是和尚为人呢？也就是指和尚的家风是什么，如何是和尚为人。那个和尚呢讲免菜那个还有捡菜，对不对？那和尚吃素，对不对？那个拿菜来精彩啊，呵呵，拿菜捡菜，对不对？那师尊回答什么呢？师尊讲如果是师尊的为人啊，演布袋戏，我有拍到师尊照片演布袋戏，演布袋戏居然也是禅机哦。所以师尊的这个所有的动作都在透露禅机。这个这次在西雅图嘛，那这次在西雅图，师母打开了仓库，把师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那有表演的人就送礼物，自己去选，其中呢有布袋戏，身上拿布袋戏在演。所以呢，这个演布袋戏也是禅机是什么禅机呢？还有师尊讲包括他的画画都是禅机。你看演布袋戏，对不对？是你在演，然后你看戏，看戏，戏的故事是戏，你会把戏当作是真的嘛？在看的时候是真的，可是演完才知道，那个只是一个故事，对不对？有戏有开始有结束，还是一个故事。所以师尊讲是什么演布袋戏？所以呢，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去参。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人相，你去参了所以呢，诸佛出生处，说什么驴胎马胎，所以讲长虫圆虫，卢师尊闭关的意旨是什么？所以讲无聊，人家就问我诸佛出生处所以最后讲我答长虫圆虫，这才是真实语。不信的话，你去问妇产科，长虫。圆虫，对不对？但是一个是爸爸的，一个是妈妈的，你去参的。王安石要赞叹我伟哉卢师尊。好，那今天的这个禅机对禅机的故事讲完了，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底下同门还有留言吗？日觉俊，善业跟恶业是同事消业障而已。好，你去参，为什么是同事？好，日月俊，卢师尊的家风，不是家风不是这个家，是家里的家风气的风家风。师尊讲根本没有干涉，没有真佛宗这一餐好，已经确实为什么会没有，那为什么又会有？分分合合一切因缘法，你们去参了。陈林真师尊心咒1080，谢谢优美赖。
上师好幸福，常被师尊指导佛法啊！啊，你们去看师尊的书，其实也是师尊在指导你们佛法。陈金云还有胡小丽啊，梅洛特斯贴来功课啊啊，你的两孩子满月就归了。对呀、啊，瑞秋俊无所求心，能够让心沉定哈、哦，就是最深的禅定了哇！好，甘风丽刚才跟着念佛号，脑袋空白，差点睡着了。好，爱丽丝丹啊。至少你在念佛的时候，以前都还有念妄念，对不对？那刚刚我们因为禅来分析的时候，你念佛居然没有妄念，也是不错啊，对不对？以前有时候念佛念经，真的要用观的。嘿，好，还有许英姿、水莲、郑雅珍啊，有没来？我哎，肚子好饿，也要吃饭了。呵呵好，哎，哦，纷纷啊，对了，纷纷、啊，你改成陈一心是不是啊？啊，一起哈、啊，嗯，是一心吗？好，有没有来在学习中 ？Gamira 哇，跳出来了。好，还有谁？俊雄，演戏的人入戏看戏的入迷哈、哦，演戏的好看怎么入好？哎，时间都已经过了五分钟了，我们最后跟着师尊来。唱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来看谁在念佛了。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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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啊，讲到如何是心花朵朵开，讲到什么是和尚家风，什么是本来面目，讲到如何才是谁在念阿弥陀佛，嘿嘿，啊，那真佛宗的玄旨，师尊闭关是为什么？答案在自己啊，慢慢去参哦，谢谢师尊给我们那么多的教导，嘿。你今天看了之后，是不是对禅有不同的风貌呢？参禅有不同的风貌呢？我给师尊救命！爱谢都压低，不灵不灵。明天晚上10点，连生活和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我们一起参禅吧！拜拜！欢迎给我们视频按赞、转贴、分享。